我是岛主的儿子球球。这个寒假里，老师布置的作业其中有一个废弃物品做一个环艺作品。前几天爷爷买了很多这样的蚬子给我们吃，我们把肉吃了，剩下的壳我们就拿它废弃利用，做一个环艺品。先得画个圆。画的圆吗？找个东西玩。哎，这个东西挺好的。这能画圆的？圆。这是我的杯盖呗，我的这是杯吧，我的杯有点大。你别给我弄脏了啊。不会弄脏的了。嗯。就知道吃。你要不来吧。我才不要吃货吃的玩意儿。找你。哎，那弟，那你吧。哎，我弟。我弄啊。再吃饭吧，爹。啊，围一圈。是这样的。嗯。好吧，那这里这中间也得粘上。嗯，是的，我们应该把它这样朝里，把这个朝下里。反了，你看这个角调过来，嗯，这样看到没？哎，在中间的位置。我爸爸这个好漂亮。哇，这个好漂亮哎，是的。还有这个，爸爸你看。哇哇，这怎么那么好看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。哇，好漂亮！我爸爸，爸爸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是不是那些好看多了哈？这几个好看吗？嗯，爸爸还有这个。嗯，感觉这里可能是一个财宝图，寻宝吧。好，可以抬抬。好，抬往边，不要动丝，是凉的，主要别动。往那边一点，往回一点。好，好，抬。好嘞，没意思啊，这个掉了。等一下，好嘞。好嘞，哇，烫！知道啥感觉？嗯，知道了。我被烫过五六次。这样的，那你哭没哭啊？没哭。这么勇敢呢？来，继续，这里。推到这儿。好，高高点。好，可以撤。现在已经算成品了吧？不算，小狗还没有。没有小狗也可以了，把画完就行了。这不好看，画来应该是这样的，这什么鬼呀、啊，爸爸？嗯，你看这是吊篮。吊篮。嗯，正常的话吊着就可以了。好看吗？那小狗在这里面跑啊。放两条狗也行，或者不放两条狗也行，放下。你做个蝴蝶吧。嗯、小狗好调皮哦。嗯啊啊！我看看。先不要动，你看。这只小狗萌不萌？小狗狗，这个呢？这个是只小蝴蝶。来，来个特写给我们的作品，好好看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拖鞋露脚尖呐！老师让我交学费，我说等五天呢，我说等九天呢。然后我们现在拍一下，看看怎么样？我们就拍完啦，叫爷爷进来看看我们的作品。来来吧，耶！好，成功。